哦，对了，我已经安排伟伦去负责台湾的业务去了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他都不在。不过呢，我给你找了一个得力的人来帮你。这个人呢，你也认识。李岩，你们进来吧。 高总，欢迎你啊，袁卫。林总好。林总这是不欢迎我吗？我请袁卫过来，出人即格的法务副总裁，不仅处理公司的法律事务。 你那边的很多工作也都需要法务支持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配合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好好配合的。嗯。你来及格公关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女人做律师太辛苦了，换做甲方轻松轻松。别的女人说辛苦我信，你是那种越辛苦越亢奋的人，直说吧。 你是因为我来的。我完全是因为高总给了我理想的薪资和职位。再说咱们俩的事儿，那天不是已经聊得很清楚了吗？是，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很多事情啊，别那么早下结论。我觉得就先别想那么多了，顺其自然吧。